就拿屁股想，你也不能大嘴中单带个电刑吧？啊？这不上把那我是一只猪吗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对，全军出击。对呀，你 AP 大嘴儿，而且他好像还 AD 的呢，他这是。哦，不是，不是 AD。哎呦我操，护甲四红，83护甲，跟我玩主 W 的石头人呗，是吧？行，你主 W 的我不打你，你能有什么用呢？魔法伤害60点，这把大嘴起不来，石头人直接变低。就这石头人的套路都玩烂的，那都是。去上路，石头人这个位置插个眼。直接上吧，OK。 啊对，俺们家还有个岩雀呢。俺们家还有个岩雀呢，就没事了。中路这把肯定无限被干，你知道吧？中路小心点儿，100%是无限挨干，肯定干他，必被抓。
又挨抓了。差一点。希望他们能过几招。所以我感觉我可以传一下子。猛啊！我感觉我应该用我的传送稍微做点事儿。下波你去中，我有 TP， 打他们一波。让岩雀来一波中，打个蓝，可以。我往中路走一波，帮他一波，随便压他现在。没啥机会呀，这个卡萨丁好像意识到了什么。既来之则安。拿小龙啊，用我的传送杀了一个人，不是那么特别划算，我觉得没让他们团灭，对面撤的有点快。我插的眼儿，我不可能让这石头人来回游，你知道吧？我那个眼儿必须得给中路查好。石头人走得很慢的，所以我们直接拆也没有关系啊。拆他两层塔皮，然后走。这一波石头人在这个位置好像插了一个眼儿，我们要一波直接把挖掘机红打了，他这波没打红。打一个眼看着他，拿点小优势。闪现 R， 那位移距离特别特别远。用不着管他，他根本就打不死我们，没用。等队友啊，这波把他杀了。
没有闪现，必死。他就只能就把着，知道吧？只能挨揍。这种石头人主 W 的就只能挨揍，只有挨揍才能变强。又白给一传送，回家。不要换扫描了，他容易去中路赶坑，所以我们多放几个眼儿的河道。大嘴子是啥也不怕，你不抓你都出鬼了。又死了！哟，我操！他大招吸地跟我大招吸地一样吗？来的可以。兄弟，这救不了你了，这你就死了得了。哎，这都没死，漂亮啊！我以为你必死，谁知道你没死啊？他大你了，谁知道你没死啊？你说。像这种情况肯定是得跑，你不跑你也打不过那挖掘机呀、啊。怕什么玩意儿呢？哇操，这是控了我多少秒，这是控了我10000秒。10000秒没动过，还行。莫干纳怂了，就是哎呀他怂了，他没怂，德莱文都死了。哎，还行，活体爆弹。这波小龙在团战好像有点不理智，算了，不要了。
德莱文有点猛。居然不上当，哎，往下走嘞。稍微有点快啊，但拆了个中塔还行，相当于是一个人头换了个中塔，可以接受。死了两波，这两波死的，这日钮控的我时间太长了，我没有水银鞋不行，我们得要个水银鞋。少一波中。挖掘机交闪现，用妖气。哎，真的太过分了，他们这，他真以为我白给呀？我那守个塔都站塔里边了，还要杀我？女警马上支援到啊，这波可以打。德莱文后边我估计他有挖掘机，我就不上了。你这不有石头人还有蓝，这不都有呢吗？吃你个野又怎么的了，兄弟啊，闹脾气，这不是野怪只有一个，这玩意儿你不抓紧时间发育，我们家就我一个前排，我不给赶紧打出来点装备。来小龙，现在这德莱文必须得杀，德莱文不杀玩不了。
has destroyed a turret.咋办？还好，那就别去。他们只要没打就没事儿。格莱文交闪了，一换一。卡萨丁怎么办？哎呀，你选个生物大嘴压不住卡萨丁啊。这玩意儿呢太难搞了，绝对的全死。我保护后排。哎，我问问你，我保护后排，我也不问你保不保护后排了，我给你打一把保护后排的团战，好吧？要能赢了，行，我的问题，行不行？哎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说你玩个中单，玩个大嘴死了十次，我不上了好吧？哎，让他们上去拉扯，来保护后排的团战。回家传送哟，这也能打断啊。不是说保不保护后排的问题啊，你说你玩个大嘴中路死了十一把，那卡萨丁能起不来吗？我就再保他，那卡萨丁穿来穿去的也打不死，俺们家也没有硬控，关键是这也能他妈往我身上赖，我也真是服了。哎呀，而且你就保护后排，这德莱文这种装备你保后排，你不还是一样让人砍死吗？上哪保后排去啊？你保后排打反手石头人大进来不死人呗，那个意思是。我都把石头人大都给吸收了，完事还跟我说要保护后排，你可真是挺能逗的。
没事，他们要投就投了嘛。没关系，他们要投就投了吧。